今天制作一款维也纳森林面包，厨房用外所有材料加入缸中搅拌。搅拌至厚膜状态，加入黄油。面团搅拌至完全扩展阶段即可。面团出缸温度26度，温度28度，湿度75%，记住醒发90分钟左右。面团分割50克一个，溯源放入烤盘，冷当松弛20分钟左右。将面团搓成长条，1/3处搓细，用3指压住空隙。放入菊花型模具，用手指将中心按压出空隙，将松里头部按到缝隙中间，以温度28度，湿度75%，放入醒发箱发酵60分钟左右。发酵好，表面刷蛋液，以上火190下火170烘烤10分钟，出炉冷却脱模即可。